哦，一走。这俩逼识趣都走了，看我是黑伞，立马转头就走。果然识相。哎，好了一下。什么东西？
这个是挂逼吗？是刷屏搁这儿。Thank you.
咦？哎呦，这么贱的吗？跟谁学的？操！哇操！又一个断轮子的，妈的！别这么贱。太逼！妈，现在不弄死你妈的！
哎，烧死了！我笑了，我笑了呀！我操！
我操！我没雷了。吃鸡，两连击舒服。Hello，Hello。上面。哎呀，复盘。
上来两个币，看着我是黑伞就跑了。他不怕死，跟我跳一起。打我呢，这逼！一枪没中，啊，中了一枪。因为我中弹了，我要报仇。那好巧了，没炸中啊！啊，在楼顶啊。会玩的呀，他怎么跳过去呢？炸到他了！又炸到他了，笑死！这逼害怕了。还反人的火。哎，哎，烧到了，拿啥？我听不见了。后面这逼还搁这看戏呢，我没跳上去，大残，但是他是空的，在圆的。这个逼也很烦。哇，就差一丝血，这没炸死他，第二个雷扔废了。差一丝血，带走。
错啊，AWM 加这个98K，这逼连近战的武器都没有。可惜我后期没有雷和火了，不用过了。这个时候叫声东击西，来找我呢。哇！没搞死他，让这逼打血打起来。他搁这找我呢，笑了。让挂壁打下去，好，把这发一下。